Okay! Tempo inside.
肖教官，肖教官在等我的。不然会在逛市区啊。啊，我今天买的。你可以先去逛啊，市区还有个停车场。有我看到。哪边啊？哎，我看一下哦。你有灌场景吗？有啊。OK， 我来找你的。我不知道你在哪。你。哪里有开始导引了吗？阿路杰克，阿路杰克在吗？肖教官到我后面了吗？对，我在后面。好，我们先这边好了。杰克，你有听到吗？有，现在有了，在哪里？
哎，你们现在在 taxi 位的对，往前不是有一个有往右 taxi 位，对，一个岔路往右，怎样？岔路往右之后，行下的右边那一块。那边有个 parking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没有看到你人在那里。你在哪边？这一排吗？在我右边吗？二路可以回一下话吗？我要落地喽。听不到吗？喂喂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现在才听到。你是？啊什么？这里是不是在左边那一块去了？就现在下教官的机头指向。杰克他在另外一边啊。车牌你在前地方，右前方不是有个？他指错了，他完全指错了。你是在航厦后面的。好吗？就下关，我跟你。为什么我还是看不到你的飞机？我看不到他，你看得到他吗？我们先停下，我们先停下。我觉得你好像是在我的房子里面。谁？教官，我们先停我们刚刚那个地方好了。你觉得那个地方比较好拍照，可以吗？也可以啊。OK。因为二路，我看你在我前面，但是我前面像是房子，所以我在想是停在房子，我的房子里面。好，那个是场景问题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你们看不到我？明明就很近。我们要去停塔台旁边那一块。我看到你出来了，你真的停在房子里面。奇怪，我们就装场景，真的是很见鬼。你有看到他最后有一个那个豆像豆子的画面出来吗？你装完的最后有看到像那个豆子的画面出来啊？对啊，最后那个有一个 command 就是他会要帮你加到 scenery config 里面去。Press Enter 就好吗？哦，我就 Press Enter， 然后我刚刚去 check 那个 Aiden scenery， 他有加进去了、欸。哦，奇怪，哎，你的是九还是叉？你是 FX 九还是 FX 叉？大家快停在我的左边，都到我的左边。二路等下在我都在我左边我看一下。左边右边都可以好了，都可以看看二路要停哪边。